被干、搞笑，这是我今天的四个阶段。第五个阶段是什么？第五个阶段叫做 Killing Spree， 叫做大杀特杀。这一把开始，面对我的怒火吧，宝贝们。如果这把垮了怎么办？算了，话别说得太满，就这把会认真玩，但也不一定会怎么样，对吧？话不能说得太满，这一把会认真玩，但我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加地主，先给我来个好兆头。怎么说？来，我加在你们前面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加倍。Pass. 三带一对，三带一对，晚上挂炸弹，要不起炸弹，有不要、啊、有脾气，过三带一对 Pass， 有脾气，顺子，不要走，直战到天亮。还有炸弹，还有四个 K。不要过二，陷入僵局了，老师。啊，好烦啊！怎么办？要不要？现在不要，感觉也不行。拼了！万一他没有 K 呢？感觉他会发言。你如果第一时间不那个，我感觉那个人可能会往里面往吧。炸弹！不要过四圈。哎呀，这个人是，哎呀，尿尿，犹豫就会带走。不叫，叫地主。三次加倍。不加倍。不加倍。哼。生气。要不起，对七，对勾，对勾，不要，不要，对圈，什么啊？他们什么阵容啊？什么上单呀、啊？他们应该是杰斯上单，不可能。应该是暴女打野上单王子装单杰斯，应该是这样。对六，嗯，就这样吧。对六，对七。对七。要不起。不要。对十，对六。这个地主难受了呀，他吃不起对子，他出什么直接炸了打对子。过对十，要不起，不要对 K。 难受，好家他很难受。过过，我骗你的，骗你的，别炸，别炸，你看得懂吧？别炸，别炸，别炸，别炸！啊！不要！哎呀，大哥，我骗你的呀！哎呀，你他妈的渔夫！哎呀，你看不懂几百期的吗？
始录制本局比赛。啊！梁振邦打我了，完了，我怕他加我呀！我是他妈……哎呦！假动作！啊！哎！哎呦，没了没了没了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哎，什么东西啊！这个剑魔，全军出击！这个布隆太鸡巴下流了呀！太他妈下流了，真的这个人。太下流了，太他妈下流了。疯了吗你？我玩个死哥，这个人要玩个剑魔穿我已经下路了，好。皇子要死了，他只要起了杀心。操他这个狼必中，我没想到呀！我这套，我这套对线不太厉害。帮你，帮你，帮你，帮你！我在征服者之后不带攻速，有点他妈弱。
皇子刚刚差一点点就可以 Q 了，只差一点点，你们知道吗？一点点点点。我感觉不用这个闪现有点危险，我就把闪现用了。我操，皇子带征服者还可以，打征服者打得好快。豹女在上，我大支援，烫死，烫死的呀，宝贝。操，这攻击力也太低了吧！你发育就行了呀，这把。你就很猛，狠狠的刷，疯狂的刷就行了。死哥这个英雄打得好不好，就看会不会吃经济，能吃经济还是很好打的。
费时间。感觉有阴谋，在这里耗下去的话，这波开到他死了的，你知道吗？哇操！这个一v一到他打他妈锤子，好整！啊！过去了。你看到这个暴力，你是不是准备投？被单吃了呀，宝贝！这杰斯不是送吗？移速怎么这么快啊？完了，我这波死的好伤啊！我这两波死的好伤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我他妈这把可以 C 的，我操你个鬼！这种绝鱼不难 C 的，哎，别他妈傻逼！我拿这个塔，他们来抓我，你们就开火龙，我 TP 的。
先别找呀，等我黑蟹再找。1800。等我黑蟹13级。他们阵容输出有点高的，火龙倒不了，可以给啊。现在别倒，现在倒不过的，我真的感觉现在倒不过。完了，我黑切了。倒团有个人把倒团的恐惧吃了。这个机会不太好，别去。上吧。刚刚没闪。他打人很他妈痛，怎么说？这波有没有挂下？没闪没闪，直接闪现 Q 他，他死了。 Q 他 Q 他 Q 他，都没闪现了，对面你有没有闪现？赶紧团，这波必赢，你别死了。完了，赶紧团，赶紧团！就这个呀，难受无所谓啊。哎，哎。别去，大哥，他妈就你一个人在那儿。这个逼他妈的毛利小五郎，我操！道场有点肥，比较烦。哎，我感觉没魔抗这把要炸呀！魔抗、物抗都要要啊！
哎呦，怎么不走啊？看来不及，我就拖一下，跳上去了一个。都在下，只有一个他打龙，打龙。一直在死啊，大哥！没办法呀，他自家也插了个针眼，没有眼。能不能守？感觉能守。怎么说？有没有大剑魔？呀，分奴，分奴啊！分奴，这帮野分奴，操！
很烦，很烦。这把什么问题，兄弟们？这把的锅必是牛奶的，你们信不信？必是牛奶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打到一半的时候，你的死歌送了之后，我切出来打字，我在记事本上记牛奶不能玩死歌，然后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老子走上去没看人就直接送了。如果你不玩死歌，我就不会出来打这个字，我不出来打这个字，我那波就不会死。我那波不会死，我这把就很有可能会 C。所以归根到底是你玩的死歌的问题。我的问题。可以。哎，头痛。哎，很烦。谢谢 TikTok 送的飞机乘二，谢谢。我这个逻辑对不对？讲道理。